其实也是我们古典戏法的特点啊，这口彩相连，半说半变，对，这嘴里得说着，手里得变着。对，其实这跟我们相声有非常多相通的地方。同源，这戏法本身跟相声也不分家啊，对 对，有很多的这个相似的地方。所以你看他抖包袱，很多方式跟我们相声是一样的啊。这个其实我觉得我可以在这方面多开发开发。咱来一个试试，你对现场演，现场教，你教教我，学会，哎，没问题，行吗？对不对？来，咱们换下东西啊。不在东西大小啊，你别看这个小小的手绢儿，它能反映金牌戏法的特点，是吗？真是哦，拿手绢儿咱们表演一套，嗯，打一个结儿系一个扣啊，咱们日常生活中就离不开，肯定会碰上，但是你不知道它是套很好的戏法，是吗？咱来回试试啊，一提到系扣，很多人第一反应是什么？嗯，就是假的，你这扣有问题。对，你看看我这扣是真是假，仔细看啊，拿起来系扣，头对头对上，嗯，清楚吧？没问题，掏过来一个。你看，就这么清楚，可以，没问题。那这我也会。再来第二个，嗯，头对头对上，嗯，看好了啊，正面、背面，看后面也行，都可以，看后面也行。掏过来第二个，清楚吧？嗯，没毛病吧？没毛病。现在问题来了，我问问您，我这个扣紧不紧？不紧，这就一搭上，不紧，没问题。对，应该怎么样？应该蹬一蹬。对，好好好，有道理啊，这样可信度更高。哎，使点劲。行了吧，那这可以，可以了啊！看这扣啊，一吹气，扣马上开，不能吹扣自开，是吗？你看，我看看，真的假的？眼神里出现了不相信，当然不相信了，你吹能吹开？来会儿试试，就在这搁着啊，就搁着。我数数，嗯，一二三，数到三，一吹气，眼看扣打开。好，我们看，行吗？啊，来，仔细看看着啊，来，一、二、三，一吹气，扣就开，你就看着快，戏法。坏了，补补费，补补费，补补费。怎么了？说怎么没开啊？对，没开啊。写个检讨。我凭什么写检讨？不是你的问题，是我的问题，我忘了。嗯，忘了环节。哎，得把它盖上点。吹的我这都没气儿了，我都快。咱凭心说话，就是现在看上去比刚才看得更清楚了吧？我看见什么了？我都挡上了。就刚才那个扣是吧？扣在这儿了，盖上了。哎，盖上之后，现在您说这扣打开了吗？没打开啊，没打开，还记着呢。对，来数一二三，跟刚才一样，还是吹气，一吹气扣打开，这就行了哈。再看好，他问准了，我吹啊，你吹气啊，吹一口就行哈，一口就一口，就奔这儿吹啊，就这儿吹。对，来了，看个快啊，来一二三，吹气扣打开，哎，快，哎呀，还真的呀，好不好？英俊哥，你赶紧学会了，这太适合我们了，这太好了，这说实话，是不是？很多人第一反应，刚才说了，这扣是真的吗？您觉得扣是真的吗？我觉得反正系的过程是没问题，扣是真扣。嗯，拿起来随便找个手绢、丝巾都行。嗯，先系上俩扣。嗯，系完扣之后，听好了，现在这扣不要蹬紧。嗯，你现在要蹬紤它，一会儿要命也打不开。死扣啊！左手拿着它，想打开，记着这个窍门，看它左右两个头。嗯，你系完扣甩俩头。对，把左右两个头颠倒一下。看见了吗？节目完成一大半了，这就完成一半了，完成一半了，再把它蹬紧。嗯，我把原理讲清楚。嗯，为什么要这样？当你正常系扣的情况下，就是这个头跟它正常系啊，嗯，他们两个是一根，就是拐弯的。嗯嗯，那么这个头跟它呢，这两个是一根，也是拐弯的。嗯，什么叫死扣呢？就越蹬越紧吗？嗯，拧死了死扣。嗯，刚才咱们可是左右颠倒过来了。嗯，这一颠倒不一样了，现在他们俩不是一根了。嗯，看好了，横向是一颗，竖向是一颗。哦，吹吹不开，大拇指推，看见大拇指啊，推这扣，推，哦，推，再一推，它可就开开了。哦，啊，但是你回去变的时候，你可千万别当着人的面，嗯，瞪眼看着，走走，这不是我叫的啊，我说的是得把它盖上，挡上，哎，盖在里头，嗯，分散的注意力啊，跟他聊天，聊什么咱就不管了啊，聊什么都行，嗯。但是你一定记着啊，一边聊一边推。嗯，我数一二三，你吹气，这扣自己打开，你相信吗？我不相信。你看，甭管戏法会没会啊，说瞎话他会了。对，这不都你教会的吗？拿起来，看看看看配合的默契度。我数一二三，你吹气啊，一二三，吹气。哎，这就学会了。你看看，哦，这就学会了，这就学会了。从他手里拿出来是非常飘逸自然的状态，就像没有打过那个结一样。对，这就是戏法。行，得嘞，得嘞，得嘞。好嘞，感谢杨凯啊，给我们带来精彩的分享，谢谢。咱们坐着接着聊，坐着聊，坐着聊，坐着聊。